老到这些一直装在我心里，就是前面一定有东西让我追。其实一样是老二哲学，因为我只是可能在台湾是第一人第一而已，可是我在亚洲，在国际上，其实我都跑不赢别人。对对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成绩嘛，我是那时候就追求说我想要当台湾第一，可是现在当台湾第一之后，我会想说往亚洲去方向。往亚洲方向去走，然后变成想要变成亚洲第一，然后再可能就变成国际上可能不用说到第一，可能创造历史，可能奥运世锦赛，可能进到决赛圈里面，做一些自己可能以前觉得做不到，可能现在有机会的就去做就好了。然后这些一直装在我心里，就是前面一定有东西让我追。我。应该算是国小的时候开始慢慢接触田径，因为国小的时候就是也是一个缘分嘛，然后学校突然刚好来了一位田径教练，然后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是长到170几了178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缘分，那个教练来，然后看到我身材，然后就把我加入田径队这样子。对，家里会因为想要我往可以的地方发展，国小到国中其实家里都是很反对我加入田径队这个事情，到高中也是一样。对，就是因为就是家里控制不了，就是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在外面跑跑跳跳，然后不爱念书这样子，然后就是家人讲一套，然后我自己就是在选择方面又自己有做选择了一套，因为就是家里可能会叫我就是念书，念完书可能放学后可能一个小时时间再去练习，可是我可能就是头都瞒着家里，可能就是按照可能学校田径队的规划，可能下午可能课后辅导个一两堂课，我可能就没上就开始去练习这样子。是，对，可是都会被家人抓到，然后因为学校老师都会讲，可是就是自己喜欢，可是被骂完，我还是觉得就是骂完就算了，还是继续照着就是学校的田径队这样规划去练这样子。我国三才第一次参加全中运，然后高中就是最好成绩就是高三的全中运第五名，所以是到大学之前其实成绩一直都是比较普通。我到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只考两间学校，就是国立体育大学跟台湾师范大学，可是台湾师范大学是那个家人叫我去考的，是不是？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国立体育大学这边，如果考不上的话，我大学其实就不会练，就是不会继续往这条路走。对，然后其实就是还好那个王国辉老师就是收留我了。对，因为我算是我们这届我算是就是最后一个录取的。所以国辉老师独具慧眼。对，算是就是，所以我到现在就是相信他嘛，就是他既然选择我，就是我就相信他，所以才会就是一直培养一直默契走到现在这样。他愿意收我，就是我高中成绩很不好，然后他竟然愿意收留我进来这里，就其实从这一点，我就很相信他了。对，他竟然就是愿意收我一个全中运第五名的，之前到现在我最信任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点了。然后进来之后，他可以让我就是从全中运第五名，突然一年之后转变成全大运第一名。其实从这两点，其实我就不会去对他怀疑什么东西了。对。所以国伟老师当初把你选进来的时候，他有跟你说过什么话吗？激励你的话，还是什么感人的什么座右铭之类，让你记到现在？没有，他说进来就说，都好好练就好。何如会进来？其实有另外一个起因呐、啊，就是他的学长在我这边训练，那也是他的学长有在跟我推销他。他来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身材，我觉得已经很难得。国际的趋势也改变了，现在也都是往比较高个子的选手去做发展。他来的时候，我在看他考试的过程，我倒觉得。可以试看看，其实他没有到大家所想象的这么就高个子会这么的迟钝，他其实做出来的动作看得出来是可以在雕塑的。可是他虽然技术不好，然后或者是虽然他的基础不好，可是他那一天在我们考试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出来有值得去开发的空间。
我觉得自己比较好的就是我自己不会想太多，就是别人成绩好很好，我可以去超越他，就是别前面有个人让我追，我觉得很好。可是就是如果我反而觉得自己在前面的话，会比较孤单这样子。对，因为你自己要去钻研很多东西，你才能进步。可是如果别人在你前面的话，你可能可以看着他，然后自己去追他这样子。从以前就成绩比较不好，所以就觉得你想太多也没用，心态放轻松一点嘛。你去把自己想太多，反而障碍太多。对，其实我就是除了训练，我会比较积极的。其实我在私底下很懒散的，就是很不想出门啊，然后就吃饭啊，就是很打到吃饭，可能楼下有餐厅，就可能一个礼拜都吃那个味。远程目标当然是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想要就是可能就是梦想吧，就站上东京奥运的颁奖台上。可是这就是比较纯属梦想，因为就是其实就是到现在，其实跟别人的能力其实还差比较多。我们一场一场的目标慢慢去达成，其实才会离最终的梦想会比较接近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从今年的世锦赛吧。然后世锦赛我们就把它设为东京奥运的达标，我们不要把就是我们跟老师不会想说就是世锦赛一定要多好，我们就是以就是东京奥运达标就好，就是然后达标之后我们再去能够拼多远再多远，跟准决赛决赛这样子我们再去拼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目标是东京奥运达标就好。